天地间的万象万事万物，在神手中皆持之有故。基督徒的字典中无偶然，故应当一切听其自然。一生事不如一世长八九，皆祷告交托于我何有？切不可发怨言，自以为意，受管教后悔无益。有时候环境中乌云漫天，我知道有主苦悲一天。有时候心境中花香遍地，我知道不可忘心得意。总不要随境遇呼吸忽悠，只要成全主之福和求，立定心之奉献雨下光明，向人人用传福音。常提醒我不忘记，凡事令我自有主美意。我一生的道路初早定规，到时候天家因我归回。在今生被世家冉冉欢笑，应值得是祸福不重要，在永世待冠冕与主谈心，有绝亏欠难。